千山金碧翠纷纷，书满交替叠万山，一里清溪牛马路，水流花片到人间。想未到美人风之上，竟有如此雅静天地。看来此地便是圣贤者居处。鸟瞰花开万树红，莫看花落十万空。就将花比人间瘦，花与人间瘦一动。你是牧尘久见了，牧尘见过上师。菩提便在内中，请自便。多谢上师，请。大师，王才那样横定是谁？为何你竟对他如此得力？此人以你的师尊，以及定先天净琉璃菩萨，也算颇有高情，你不识的。哦，竟是如此高情。他被尊为团顶上师，名为如如不动静如仙。这样的高情，又怎敢为一名横定？你认为高僧并不该做虚化实木之事吗？是我失言了。该问的是，上师为何在此修行？以暂时凡物无所生活之精神，以圣贤者亦师亦友。当年圣贤者离开凡物，他便一直同行。看来这名圣贤者，必然是非凡人物。我对他越来越好奇了，真紧你就会见到。清幽离土，足感心里心所之情，今闻游人思乡。流水下山非友谊，片魂归洞本无心。人生若得如昏水，替手花开遍盖春。已经无尘见过圣贤者，情缘有寄无你世外，修者因何不舍而来？你从生而来，从生何在？在木叶动动苦难中，为何却来此地寻求答案？梦想的是凡物，幸福体苦苦之情，已将雕工。这片菩提金秀，生起与圣菩提同源，有疗伤之效。敢问修者，任何行为你欲寻其答案？不灵，为何不灵？梦想包围凡物，无边邪力笼罩，欲侵无容。足下所行即是路，修者却虽无路。看来修者该找，非是此地之路，而是一名假行之人。圣贤者意思，不改变向，不改错。修者容受昏睡，多谢圣贤者指点。圣贤者普遣，鉴别人走进路段，任何请你明示。方才指点是何意？我会一手辨识。去找那名曾教过你一个月武功，就比你清水所尊的人吧。这
为受尊的受尽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会知影？一个人所经历之事，只有我所不知。是，多谢指点，成全这故事。请问，坐往西南五十里，恁的东畔有位是请。情形即将再起，但你我之间的纠纷又该如何分水？